你刚刚听到的是杨丞琳《青春住的谁》主要的就是第二次副歌后面的电吉他 solo。我今天除了把它挑出来，因为第一个它够新，然后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中级的练习 solo 吧，就它里面该有的技巧都有，吹勾弦，然后推弦，各种推弦，比较算80的，整体的手法有一点点类似 Guns N' Roses 的 Slash。虽然这团已经可能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总之就是还蛮适合中级的练习，所以我把它挑出来哈。中间有一点点快的地方，但应该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了。第一个小节你看到那个第一个往上滑，这个还有第19个往下滑，这刚好有人问到。实际上这个往上滑第一不一定要从第一个，你只要有一个往上滑的动作。对，你不一定起点要很清楚，然后一个闷音，第19个往下掉，我是用下啦，但是其实下或上可能没有什么问题，就是一个有点装酷的起手式这样子。紧接着是一个第12个跟第14个的双音推弦。话说双音推弦，但实际上只有一根弦在推而已啦，食指按着第12个这根手指头并没有推音，第3弦的第14个推音而已，然后两根弦一起拨。接下来，好，我切换一下谱面，这个大概是一个也是一样摇滚音乐的 solo 里面可能被人家弹到一个不要弹，超级常出现的推音回来勾音，然后再总共三个音符，1、2、3 ，OK 吗？然后颤音，这个三个音符呢，我刚才弹的这三个音符，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就是它是可能必须要用 rolling 来弹。什么是 rolling 呢？就是同一格但是不同的弦，那你可能是用同一根手指头按嘛，但是你必须要做到两个音不会糊在一起，就是不能变成，对，因为它不是在弹和弦，我们主要是在弹 solo 嘛，所以除非谱上面有标示 let ring， 不然。都是要分开的齁，尽可能的。对，那所以要怎么分开呢？一开始我会觉得这个尽量用指尖来按，然后后面的那个音符呢用指腹来按，从这样子你可以看一下，但是你按指腹的时候你指尖还是要稍微抬起来，简单的说就是把第四弦原本你刚才按的第14个消音掉，所以它就可以分开了。食指像这个东西，我就会觉得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，甚至是小指，可能大家会，比如说食指，对，或是中指、无名指，甚至是小指，对，就是你都要练会，就是才能让你的 solo 变得比较干净一点点。接下来第13个的推音。我刻意把它写成三个拍子，就是因为不要你在做的时候，你要也是一样，把它当成是三个音的感觉。一就是单纯的 picking 第13个，第二个音推半音，对，一二，然后再回来的时候也是一个音符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我这边是习惯用拉的啦，就是往下拉，这是我自己个人习惯，但有些人喜欢用推音的。但我推音有点抓不好距离，如果用推的话，对，我用拉的会比较好抓好距离。好，往下走，这边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嘛。对，有一个休止符在中间，最后这一拍的三个音上面都会有一个实心点，其实这是 staccato， 就是切音。对，那不管它的拍子是什么。你只要弹到上面有实心点的音符，你都必须要把它立刻断掉，像这样这样子，连在一起弹，变成 staccato， 懂意思吗？有一些，比如像 Stairway to Heaven 还是什么，就是稍微老痛一点的电吉他的时候，你会常常听到很多 staccato 声音。对，像这些音全部都是断音哦。对不对？往下走，那这个可能要好好练习。
往下走，接下来是又是一样连续的双音推选，这边有一点点像 Steve Vai 的 Curry Machine。OK， 类似像这样子，再做一次。为什么中间也有断掉呢？因为有休止符卡在中间，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它弹得分开一点，有点 groovy， 懂意思吗？往下最后面这个小节最后结束的三个音，这个第三弦第十四个推音，然后一口气把第一弦跟第二弦的第十二个直接按住。好，就弹一个双音，有像 Eddie Van Halen Panda 吗？对，就是常常会是一个 Blues Rock 摇滚的起手式。OK， 所以这整段可以吗？慢一点点。我弹错，好，接下来往下，先不要去看有点可怕的第二拍后半拍，或是第三拍、第四拍，先从前面两个推音开始。这边大家没什么问题嘛？如果说你现在看到后面，好。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些很复杂的拍子，它有可能哦，这边要推半拍，然后十六分音符、三十二分音符、三连音、十六分音符、三十二分音符、三连音、十六分音符、三十二分音符、三十二分音符、十六分音符、三连音。我听我这样讲，我自己都快晕掉了。但实际上，通常我在算这种比较困难的节拍的时候，我会把它变成类似像这样，比如说我把这个小节分开来讲 ，OK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节就是我们刚才说比较难的那个小节，那这边蓝色框起来的实际上呢就是左边的那个小节原封不动的内容，但是速度放慢一倍，那你会看到哦，半拍变成了一拍，十六分音符变成了半拍，就是八 bit， 然后十六分音符三连三十二分音符三连音变成十六分音符三连音，你可以看到接下来你的拍子就会变得很和蔼可亲很多，但是当然你整体的节奏你是要加快两倍嘛，因为我们现在把拍子的符号加长一倍，那你这样子就会变得比较好算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遇到这种很复杂的拍子的时候，你可以把拍子先全部加长一倍，你会发现到它开始就是变得比较简单了。那比如说第一个小节，好，二三四，是吧？我开一下节拍器出来好了。比如说我用74的74节奏，好，弹这个蓝色的部分。好，再做一次三 n 四 n。好，那再往下呢？比如说到这边来，那我可以先弹一下第一拍到第二拍的拍点。像这样子，再延伸到第三拍的拍点，我听起来有点民俗音乐的感觉，毕竟它是五声音阶。再延伸一拍到第四拍的拍点，那你有拍子的概念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合在一起练试看看。现在这个其实上，我现在速度是74，所以其实是放慢一倍的。这个我们应该要练到148。好，那你把它速度加快一倍，就会变成原曲的74。二三四。对不对？那比如说我们试看看，先110好了，好，差不多。我们把它加快一点点。再做一次三 n 四 n， 再往上，
148哈，比如说原曲速度了。再次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来一二三四，没事吗？好，就你当然，如果说你去听原曲音乐的这一个小节的话，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那么节奏，它有点像是随性出来的一个速度。对，但因为我们是练习的人，所以如果说原作曲者或原来的演奏人他走的比较随性的时候，没办法，我们还是必须要把他拉到正确的节拍上面去，不然我们没办法去学他。那等我们可以在那个速度正确的节拍下勉强也不能说勉强，就是正确的速度下，我们把他演奏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去尽量去揣摩原本演奏的那种不节奏的感觉。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我还是会尽量把它弹在节拍上，就是懂意思吗？就是我还是会硬把它变成16分三连音，然后32分音符三连音，然后这样子我才有办法把它弹起来，这样子。对，在短时间内啦。好，往下一个小节，这个速度练习是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可以说啦，那我们之后再来谈怎么如何把自己的手变快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比较酷。好，接下来换把位了。好，你今天可以看到，通常换把位的时候会用滑音来连接，就是这边有个修饰音。什么叫修饰音呢？就是你要把这个第十五个它是垂音嘛，对不对？十五到十七个是垂音，你要把它当成是同一个音。对，那个第十五个是没有拍子的，就是一种修饰音，懂意思吗？把它当成同一个音，然后推弦音。推弦是直的话，就代表挺在全音的那个幅度那个地方直接 picking。好，上面有颤音嘛，所以要颤音。掉下来，这边就是我觉得比较接近 stretch 的感觉的地方啊，就是它可能会有连续三个掉下来的音符。没错，像那个属于小麦，对，它有一些段落类似像这样。那预先推弦就是你要连续弹那种推弦掉下来，也没有办法，你还是会中断啊，没有那么神，就所以你要尽可能把中，你只是尽可能把中段的音减少这样子而已，就是。就你懂意思啊？大家这样有点粗糙，就是尽可能的把中段的音符减，它听起来就会像连在一起。懂意思吗？然后这边有一个推半音的，那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像刚才一样往下拉了，因为往下拉的话就滑出直板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能往上推，推半音，然后 OK， 也是一个收尾，很常见的收尾，用滑音来结束。往下，我们快结束了，最后一段。其实最后一段，第八小节的话，它其实练的是你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 rolling 的能力，就是你食指，因为它其实这个有点四度魔镜啊，但是其实在弹四度魔镜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会用到，像我刚才讲 rolling 的技巧。那我们从前面那个小节，从第八个小节先弹。对，所以说如果你的 rolling 的技巧不太熟，你可能会弹成这样子，就是糊在一起嘛，就不帅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再往上也再做一次，懂意思吗？那最后一段，好，也是类似像一个双音推弦的东西，第二弦第十四格先往上推。好，推全音，接下来直接在小指先，无名指先不要放掉，在小指直接推上去这个音，就是无名指还在推全的状态的时候，小指直接按住第一弦第十四格的音，两个一起弹，很常见的一个 rock 技巧 ，OK 吗？所以，
好，这是前两拍的内容。好，接下来第三拍跟第四拍，第三拍要注意的是，就是它上面有个实心点，所以跟刚才讲的一样是切音。那这边要切音的话，有两种方法啦。第一个是你是坚持要用 picking 的话，那就会是像这样子，懂是吗？就是你要马上粘回去，它声音才会断掉。另外一种方式呢，就是直接，你一开始就直接用中指帮忙拨。那你再重新手指头粘上去的话，就会变成像切音。我是比较喜欢用后者的方式，因为我觉得比较干净也比较简单，懂意思吗？然后最后 ，OK， 再做一次，好嘞，再一次。结束。好，那我再跟着背景音乐弹一次哈。这背景音乐是我自己做的啊，因为我之前有翻弹过李荣浩的《满座》，就他现在把我给停权了，因为我使用他的音乐，所以这次我决定不鸟你，我最近决定背景音乐我自己做。OK， 好，那我再弹一次。不好意思，突然剪到快的速度了。好，来吧。中间是不是有出彩？哦，绝对没有弹夹，因为有出彩，所以这个一定是 live。好，简单的中山中期的 solo， 那我们今天就教到这里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按个订阅或者按喜欢，顺便帮我分享。那如果比较受欢迎的话，当然可以带给我心中一些比较多的愉悦，那我就也许我可以很快乐的心情继续做影片下去。OK， 谢谢，下课。